只是很遗憾的是，女性主义不能让我们客观的看待人的心理，但是他对这个物质世界的观察跟研究却是非常有用。我们可以看到，在科学家跑到那个南极、北极、南极的冰瑞去钻探了以后，那些冰都封存了很久，然后再从用现在非常好的科技可以里面去研究每一个时代不同累积起来的冰里面的二氧化碳的浓度，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过去的80万年，我们的大气当中的二氧化碳是随着时间这样高高低低、高高低低，大概都是这样，在230、250以下 ppm， 这是过去的80万年。在这个之前呢，就是非常可怕的冰河时期。然后呢，到了工业革命以后，我们的 ppm 现在400。从80万年来看，人让它一下子爬上去。在这地球的这个叫做系统。这一根试管里面正在发生一件事情，到底会产生什么效应，连科学家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可以看到测量的 ppm， 你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是大概把它定为182030年代，叫做工业革命开始，大量的烧煤、烧燃料，大量的生产，为了什么？为了钱。为了什么？为了控制这个世界，为了控制别的国家。非常骄傲的，我们是现代人，我们是文明人。然后开始，一直到了2000年，你们会发现，刚开始波动很小，因为地球对一间工厂来讲还是很大的。可是当他把这个工厂开始 copy 一间一间 copy 到全世界去，大家都走这条路的时候，你们就会发现这个时候呢，要经过100多年以后，二氧化碳的累积是很直线的。哦，我们现在要开始了，哎呦，天不太对了，气候不太对了。各位知道这当中这些事件对我们的地球就已经影响很激烈了。我们现在不知道那个这么高的气候度会怎么样。现在科学家会告诉你，我们 study 了很久，全球变迁的论题是什么？要开始了，气候开始变化，季节性跟年均性的波动越来越快。然后呢，要讨论的是未来会影响到什么东西，模型数据都没有，也就是说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比如说工业污染造成的臭氧层稀薄、紫外线的增加，你如果在实验室里面就待着，你就知道我们杀菌是用紫外线。当紫外灯降到某种数据的时候呢，这个杀不死的就叫做 mutation， 它不会死，但是它会受伤，癌症就这么来。所以地球的紫外线增加率现在是越来越高，为什么？臭氧层破坏，然后呢，大家要修补臭氧层，你如果在看那网络上去查，忽好忽坏，没有人知道未来。然后非常明显的陆地海洋沙漠化污染越来越严重，全球荒漠化速率非常的快。现在好了，我们过去10年、20年就可以看到有一个国家呢，现在就走在工业时代往后走。哪个国家？我们对面那一家，过去的30年，它工业发展，今年不就很明显吗？
有一半的发达城市全部都受到霾害。这就是欧洲他们走过的嘛。欧洲比中国人聪明太多了，当他发现有问题了以后，各位你们去看看他们是怎么干，工厂开始外移，外移到那些没有发达的国家，然后一户慈善家，哎，我来协助你们，工业发达你们就会有钱。我们可以看到在台湾化学工厂在美国的标准是比在台湾严格很多，所以台湾用的是高污染标准，美国用的是低污染标准。所以我前几个礼拜我才跟我的朋友沟通，我就说，哎，这个地球是平的，你们知道这个世界现在发生什么事吗？很简单，美国人最聪明，美国人说我可以给你最多的钱，我可以给你很大的土地，可以非常好的保障，所以来投靠我吧。全世界遭受，台湾人就跑第一，台湾人跑第一，最聪明的学生就跑去美国， GRE 托福念得好好的，进去了考了第一名，美国公司非常高兴，留下来吧。所以台湾的国立大学学生从民国40年到60年几乎没有人是台湾人，没有人是中华民国人，全部都是美国人，全部都入了美国籍。我们培养出来我们自己的子弟全部做了美国人，然后做了美国人以后呢，开始替美国人研究生产，生产出来的专利，对不起，你是美国人嘛，所以是美国。然后要生产了，对不对？开始测试，测试完了以后，哦，低污染，哎，可以替美国人增加就业机会，不在高污染，你台湾生产，中华民国生产，要不然的话，你们跟大陆合作，大陆生产，所以高污染的工业就在外面。那我们的国家要不要？当然要啊，人家对我们多好。而实际上是什么？如果你不要，你的国家要。这就是又回到刚刚那个议题，对不对？自由市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叫做什么？贪婪。西方人充分的利用人性的弱点，贪。所以你们还记得吗？三个礼拜前，美国前副总统说，利用人类的贪婪可以创造经济，活生生的。所以很简单，我们的土地就心甘情愿的污染，因为我们要赚钱。中国大陆要赚钱，所以我们的霾害也开始增加。但是呢，你如果我们有很多人，我非常不愿意到国外去的，道是这样，很多人不太了解，你不喜欢旅行，对不起，我很喜欢，我去了以后很高兴，回来以后我很不舒服，为什么？人家把他们的家园整理得干干净净的，风景如画，没有污染，我们是污染的一塌糊涂，我们是人家的工厂。然后我们回来，哎呦，人家多美呀、啊！当然嘛，你自己愿意当他的厕所、啊，对不对？你看看我们的汽车，我们在那些什么 BMW、Benz 那些，他只卖进来了。当他答应把他的工厂让他在台湾生产的时候，你去查查看，他的排污标准都是欧洲禁止。为什么？降低成本。所以各位现在回头再来想，日月光多可怜，日月光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所以有一群学者不是敬畏的，对不对？你们现在想想是不是这样？有一群学者就是敬畏的，